全犬队员来剪刀石头布，哎，他就蛮了解他们的队员呐。哇，来来来，我了解他们玩游戏的那个程度。那你先让我选吧，因为你都了解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先，让你先。我先选个比较，就是比较感觉比较粗犷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许梦哲很会玩游戏。你选许梦哲，要。哦，很像许梦哲哦。许梦哲，好，我们找李哲言。哇，李哲言，好，过来这边。好，飞蛇，好梦泽，还是飞象，飞象，也很像街象。啊，你们这边呢？你们这边选哪一位？大哥，打杂了解。你要先把那个，我想一下。佳琪来，佳琪。OK， 好，你们这边再选一位。刚刚选许梦，那么选一个像鞋子哥的，有吗？有吗？Max 啊，是吧？当然要选了哟。我们六位成员嘛，所以一男一女一组，一个人负责用碗接，另外一个人用碗底去打乒乓。限时100秒里面接到几颗，累积起来最多的那一队就获胜了。哦，弹出去，接到又弹出去的，就不算了。就是最后时间停止之后，看你这里面玩有几颗。对的，第三棒，你们100秒。慢慢，保持下去。哎，这样可以的。等他接吻了再发。好。哎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狂不要急。没事，没事，慢慢。很棒，很棒。没事，没事，很棒哦。对，然后等到我。哎呦。对，然后等到我。哎呦。难度很高啊，这一场。睡啊。哇，哎，其实婉清很会打，其实我还算会打哦。哎，对哦，这边靠你哦。婉清，你不会是游戏黑洞吗？没有，当球。可以。你其实很会接，只是那个球没有没有来。你其实很会接，但只是接不到。哎。不要。真的会打我。哦，有是有两颗了，保住里面的，保住里面的，只有10秒，急不急？慢慢打，不行，不可能全部想出来。哇！
荣誉啊，为荣誉啊。把碗都拿出去拍点。好，直接上。我真的很抱歉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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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要几根乒乓球？拿布。我不，真的。好了，现在都这样讲。再快点，再拿一点。要挑一支，让它那个比较平复一下。对，你是想带个二十支吧？不然我会过意不去。对。